それでは行政院オードリー・タン政務委員よりご講演をいただきます。ご登壇いただきます。皆様拍手でお迎えください。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那刚才在外面就是签名签了非常多个名字，非常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很高兴。那我一踏进来就发现上面已经有41个问题了。那但是因为今天只有大概50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大家用扫这个 QR code 问的问题都一一回答到。那在此先说不好意思，不过问题我都会看过。那如果想要我今天就是提早来回答上面某个问题的话，也提醒大家要为这些问题按赞，按赞的数量越高它越会浮到上面，浮到上面的话我才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回答。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有68位朋友们想要问说，在我的眼中台湾最严重的问题或者是最严重的威胁是什么，心里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或者除去这个威胁的一些想法哦。当然在现在只要看大家戴着口罩就知道说最严重的问题还是疫情的问题，我想这个是不会有任何人有第二个回答的。不过这当然还是短期了，在长期看起来作为一个民主主义的这样一个政体，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要面对的一个状况，就是在大家都有手持的设备的情况之下，很多的我们叫 infodemic， 就是关于不实的讯息，或者是它是真的讯息但是是被包装成一个容易去激化大家的愤怒或者是厌倦或者是彼此之间不相信等等的这些情绪，统称为 infodemic。 那就像是我们的肺炎的病毒是让人跟人之间必须要隔开距离一样，这种心灵的病毒也是让人跟人之间本来互相信任的关系很容易变得互相不信任，好像很片面的就去把其中一部分明明就是也是公民也是国民，但是好像当成外人一样的这样一种态度。那这个我们在全世界都看到，只要是民主政体而且是相当矛盾的，就是言论自由越好的地方那就越受到这些不实讯息这些讯息战的攻击。那台湾呢，当然我们在防疫的过程里面是没有去封城的啊，我们并没有去限制大家的行动自由。那但是靠的呢就是大家戴口罩勤洗手，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病毒的基本传染数，就是所谓的 R0 这个值啊，降到小于一。什么叫小于一呢？就是平均一个人不会传染给超过一个人。所以每次我们做疫情调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说，哎，就算有一些社区的这个感染，但是呢它每一次传的时候呢，哎，每一代它传的人又少一些又少一些，哎，到最后就没有了。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变成大规模的社区的传播。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处理 infodemic 就是讯息战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靠的也是大家去做事实查核查证的这个工作，去确保说大家如果用 line， 可能大家都有用 line 这个软体Line 上面就有一个功能，你只要长按一个讯息，你可以加入那个 Line 的讯息查证的这个群组，就包含说我们趋势科技有一个防诈达人，或者是说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Michael Penn 等等的这些朋友们，都会及时的把大家所回报的这些正在流传的这些不实的讯息。那有一些呢，它是跟好比像说什么跟什么一起吃，放到微波炉里面就会怎么样，那这种大概并不是有意识的就是讯息战，这只是纯粹大家关心彼此身体。但是每一次当出现这样子的不实讯息出现的时候，我们如果已经养成一个大家会查证而不会说想都不想就传出去的习惯的话，那之后如果它突变或者是有更严重的讯息出来的时候，那自然它的 R 值也就不会大于一，也就不会变成好像整个社会都陷入一个恐慌里面的情况。所以我想这一部分就是怎么样去确保我们在 infodemic 的时候
不要回到好像我们在戒严的时候那种言论审查，所谓 take down 的这个状态，或者是说我们在防疫，但是尽量不要到 lock down 的这个状态。那这个我觉得是民主主义的深化很重要的一步哦。那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靠大家。虽然我们可以想办法做出口罩，想办法分送到每个人手上，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协调社会部门去做出事实查核的机制，可以确保说大家手上的 line 上面都有这样子的平台。那但是到最后，如果大家不戴口罩或者不去使用这些平台的功能的话，那其实我们也很难做什么。所以就像防疫一样，这就是靠大家的自主的行动。那这样的话，才能够一起面对这个问题啊，然后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有53位朋友们想要问说，在我的眼中啊，中国是怎么样子的存在？想知道对于中国的看法、对峙中国的方法以及改变中国的想法啊。这边讲的应该不是日本的山阴山阳地区哦，虽然在以前好像也叫做中国。那或者是说也不是在讲好比像说印度，印度有一阵子也是觉得说他自己是中国，那也是在很古老的时候了。好像有一阵子五代十国的时候，这个每一个国家都把自己叫做中国，有一阵子好像越南也把自己叫中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两个汉字它是隐含着一个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在电脑输入一个字的时候，游标它放在哪里，就是两个字的中间嘛，游标在那边闪动，就是你输入一个字的时候，就是以那边为主，以那边为中心，旁边呢如果不是叫做比较偏远，那就是叫做比较以前有所谓什么四夷啊、夷狄啊什么之类的这种讲法哦。所以对我来讲，这个字就中国这两个字就好像是形容自己是最重要的地方，这样子的一种想法。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种心态，这两个汉字很难很简单的把它分析成一个地理的名词、一个文化的名词或者是一个政治的名词。所以像我自己啊，在跟好比像说北京当局所做的事情进行交涉，或者是说在跟刚刚讲到讯息战，这跟好比像说中国共产党他们也有一些好比像说关于香港的一些不实的讯息啊等等，在台湾这边的网络上面流传等等的时候，我都尽可能 不要去使用中国两个字来形容他们，因为它很容易就外溢到不是我一开始想的那一件事情去了。那所以这是我目前对这两个字啊的想法。那当然所谓的对峙啊，我觉得我们在现在面临的就是有世界上很多的地方，他听到好比像说封城的也很成功的这个防疫的模式，那就会有一个连结，说好像要防疫就只能封城，只能去让大家的行动自由就是进一步的受到限制。那或者是说觉得说要维持网络讯息的稳定，他们有一个专门的用词嘛，叫做维稳，那就必须要去授权行政部门去下架所有他所不欢迎的这种言论，好比像说李文亮医师一开始的那个言论啦，那虽然救了台湾人，因为台湾人都知道了，但是没有救到武汉人，因为武汉人一开始是不知道的。那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就让我们发现说，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防疫，但是尽可能的是让大家了解后面的传染病学，彼此信任，或者是我们防止假讯息，但是不是靠行政部门把任何人下架等等的这一些民主的做法。那这个呢，你要说对峙吗？其实也不真的是对峙，它比较是像是side by side，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模式，两种模式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我们当然主张说，我们这个模式取得成功的同时，它不会导致社会上面其他的负面的后果，所以我们是副作用比较少，而作用又比较好，或至少一样好的这个模式。那这个的模式的比较，我觉得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在各种各样关于世界各地的全球性的题目上面，我觉得包含网络的资料治理啊，或者是下一个问题要问的关于数位身份啊等等，这些不同的模式，比较威权的模式以及我们这边比较民主的模式，都会一再的被side by side 去进行比较吧。有51位朋友们想要问说，发行数位身份证的必要性以及资安方面的风险是否超过效益哦？当然，我们已经有数位的身份证件了，我们在全世界的就是有发行数位身份证件的国家的列表上面，我们是其中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不止一个，还有两个，就是自然凭证以及健保卡都是数位的身份证件，所以我们是等于已经有发行了数位的身份证件。但是当然，
从内政部的角度来看，它的自然凭证的使用率，不要说比起健保卡是比较少了，比起护照说不定都比较少。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他想要普及他手上的自然凭证的这个发行率，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哎，跟健保卡跟护照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健保卡我们能够写入的只有医事人员或者是药事人员，那我们写入的时候的那个机构还会留下一个很完整的记录，你只要用健保快易通这个 app， 就好像在日本My Number 会搭配一个 My Port 这样子的一个 app， 就可以看到它全部的使用的记录。那护照呢，当然也是有一个护照条例，而且只有在特定的就是通关的时候使用嘛。但是身份证呢，虽然一开始的设计是某些特定的用途，但是实务上它的用途已经远超过本来设计的了。好比像说进出大楼用来换证，停车场好像也会换证，在住旅馆的时候甚至还会把那个高解析度的影本留下来，这些其实都不是法律里面有规范的使用状态，但是无论如何大家就已经这样子用了，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对于这些外面的这些用法，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在法律里面明确的说，在这些情况下面，好比像说如果你有搜集身份证字号，但是你没有达到某个资安的需求的话，你是不是应该不能存下这个身份证字号呢？或者是说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白名单，就是只有有这些资安标准的人才能够来读这个晶片身份证呢等等。那这些民间的朋友很多人说应该在法律这边来把它制定清楚，因为如果你是用一个规则制定，那就没有法则，没有法则的话，那大家就得过且过哦。那所以我会觉得说，现在当然我们已经在行政院会已经确定要把之前的这些行政规则都提到专门的一组一个法律上面，那当然就可以有法则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这样一个做法，而且也可以让大家知道，哎，那内政部想要规范这个的资安的风险的这个强度啊，不会低于现有的健保卡的也好，或者是护照的也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行动。那等到专法的制定有草案，现在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时程了，但是开始有草案的时候，我想这就是社会各界一起来看这样子的保障是不是足够的时候啊。目前有44位朋友们问说 ，What is the most huge effect of U.S. President Biden to Taiwan？ 啊，当然，这边用了 affect 啊，所以讲的是个人的情感啊，我不是很确定他的个人的情感。不过，如果说的是 effect， 就是效果的话，那我觉得目前的我们看到的讯息是相当的清楚，就是所谓的 building back better， 就是在疫情之后，他们要重建这样子一个不管是人民跟政府之间的互信，或者是国际伙伴在国际的多边组织里面跟美国中间的互信，那这个目前是拜登很重要的一个任务。那在这里面他们也多次的提到说，哎，台湾在这方面的做法是很值得参考的，是很好的可信任的伙伴等等。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确实我们可以帮忙，那我们当然我们这边不叫 build back better，那我们叫做台湾 can help。那台湾 Help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在刚刚讲的这几个方面，而是所有的永续发展目标的17个方面，那我们都愿意分享，我们去跟全世界建立这样子互信，以及在我们内部去，不是好像变成两个世界一样，而是让大家重新，虽然有不同的立场，但是还是可以有一些共同的价值的这些经验。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还是可以有非常多贡献的地方啊。有43位朋友们问说，日本政府在抑制新型肺炎的政策上面不被日本国民信任，而台湾在政府带领下成功压制疫情的扩散，这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呢？我觉得主要的差异就是在台湾30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记得 SARS， 那而且呢，在2003年的 SARS 之后，我们大家还记忆犹新的时候，2004年做了一个通盘的检讨，在我们就是大法官宪法法庭的一个视线里面，明确的说，立法院在好比像说和平医院、丰院啊的这些活动里面，其实这些活动就几乎是要违宪了。那唯一没有违宪的理由，是因为大家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要求立法院制定，包含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传染病防治法等等，让我们可以不需要宣布紧急事态，我们可以在现有的法治架构里面就来处理。当时是说，如果 SARS 再
来一次的话会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把它规划好。那所以我现在也把 COVID-19 把它叫做 SARS 2.0。 那当然 SARS 2.0 来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说它有哪些新功能，好比像说就是没有症状也会传染，就是它的新功能。 SARS 1.0 没有这个功能的。那但是呢，当时我们就是先当做 SARS 1.0 又来了一次，用这样子的方式，所谓的 SARS playbook， 用当时的这样子一种应对的方法去处理。那包含在边境的检疫啊、防堵啊，从1月1号开始就把我武汉过来的飞机都要做登机的检疫啊等等，就把它部署起来。那当然后来发现 SARS 2.0 不像 SARS 1.0， 它更难缠，而且现在好像已经到什么 SARS 2.5 beta 版了，就是一直在变种啊，一直在推出新版。那我们的 playbook 就跟着去进行调整，但是每次调整的时候，我们都是确保说大家透过每天下午2点的带状节目，能够了解到最新的传染病学的知识，而且是自己因地制宜的发挥自己的创意，那来去确保说我们学到这些新的知识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对应的，而不是说好像一定是top down 的，一定是说啊那就是做就对了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去比之其他的政府不是很公平，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2004年所建立的这一套，以及每一年都演习的这一套，其实对我们来讲已经是等于是 second nature， 就是对我们是很自然的事情。本来就是要戴口罩啊，戴口罩勤洗手，本来就是保护自己啊。戴口罩就是为了说我没洗的手不要吓到吃手手，不要跑去碰自己的脸啊等等。那这些都是耳熟能详，而且大家可以彼此互相提醒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说，当然日本现在的回应的能力如果不要跟台湾比的话，其实也都是做得很好的。那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是应该是一起面对全世界，然后看着全世界在这一次希望大家都取得顺利取得今年疫苗之后，那在明年结束以前，大家都要回过头来，就好像我们在2004年 SARS 之后做的事情一样，一起来想说，那如果 SARS 3.0 哪一天推出了，因为有一些科学家说它可能会像流行性感冒一样，变成每年都推出一个新版哦，每一年都要更新一个那个版本号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样一起面对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特色就是大家都还记得 SARS 1.0。那我们现在能够帮助的就是去把我们2004年的做法，去让大家在接种疫苗之后，那能够来一起想这件事情。所以我会觉得差异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大，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已经等于有这个社会性的抗体了，已经接种了。有32位朋友们想要问说，国家的双语化是一直来都有在讨论的议题，想请教城市语言有没有可能也是国家双语化的选项之一哦？意思是说我这一题我就用JavaScript 来回答了，还是 Python 呢？可能不是啊。我想双语化的重点不是只是好像我们某些事情上面用英语，我常常跟现场的教师强调的是说，像我们在看一些中文的这个创作的时候，它配音可以是用英语来配音，或者反过来讲，它一开始就是英语的电影或者是动漫等等，我们也可以配中文的字幕嘛。那或者是说我们在讲汉语的时候，同时可以有英文的字幕啊等等。也就是说，本来就是听的跟看的是两种不同的模态。那对我来讲，所谓的双语就是这两个模态同时使用，而且是不同的语言。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融入说英语是用来学习某件事情的这个所谓作为第二语言，而不是说它本身是作为一种外语，好像是说我们就是专门来花一些时间学它，那但是它本身作为一个科目呢，跟别的东西呢不太连接的这样子一种情况。所以我会觉得说城市语言在这个意义上也是这样子没有错，就是不是为了学城市语言而学城市语言，而是为了每天可以省自己一点点力气而学城市语言。有很多朋友从来没有看过城市语言，会问我说，那第一个城市语言学什么比较好？那我一律都是跟他说，就是学试算表语言是比较好。那我这样子讲，并不是因为说我在入阁前的工作是跟试算表的发明人 Dan Bricklin 一起做试算表，不只是因为这样，而是因为说他随手可得，不管是说用Open Document 的叫做 Calc 嘛，或者 Excel 或者 Google Spreadsheet， 现在有各种各样互相相容的这些整合式的开发环境，只要你会输入等于 A
万家 B 万 Enter， 你就一下子就写了一个程式。而且这个程式呢，也是我觉得比较适合训练我们所谓运算思维，叫做函数式程式语言，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你可以把它拆分成很多数学的函数，那越拆越小，越拆越小之后，每一个都可以用一个储存格来表达。那只要它的输入项一变动，那它就好像涟漪一样的，它所有相关的项目都会变动。那这个对于一个没有学过程式设计的人，他很难想象。但是因为试算表的特色，就是它每一个中间的状态，包含什么枢纽分析啊等等，它都可以让你及时的看到它在每一个中间过程是怎么样计算的，所以一下子就可以有这种运算思维的感觉，就可以融入其中。而如果你花个一个小时，写了一个试算表，每天可以省你10分钟，那过了一个礼拜之后，那你就省的钱，省的时间就超过你投资的时间了。那这个时候你又多了很多时间，又可以再去学一些更进阶的功能等等。当然，各位应该也都是试算表的行家，所以我在这边讲，就是英语叫 preaching to the choir 啊，就是跟合唱团宣教，应该是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的事情。但是确实，如果大家有家人或者朋友的话，与其要他学程式语言，不如让他问问看，说他的生活里面有哪些可以靠试算表这么简单的东西就可以省一些时间的一些解决方案呢？那有32位朋友们问说，台湾在 5G 以及 AI 会不会占有领先的地位，进而带动产业的发展？在我看起来 ，AI 是所谓的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辅助式的智慧。什么是辅助式的呢？就是它是来帮助我们的，是科技服务于社会，带到大家的面前，而不是一定要社会来配合科技。那有什么差别呢？好比像说，我常常举例说，我的眼镜就是一个辅助式的科技，因为我想要看得更清楚，它帮我看得更清楚。但是如果我看一看，它忽然间会关机，然后跳出一个广告，盖板的广告，要10秒钟才能够关得掉。那这样子它就不是服务我了，它就是服务什么广告商了。那同样的道理，我的眼镜呢，其实上个礼拜呢才有一点松掉，那我带到旁边的眼镜行，它就维修了，我不需要去付原厂这个10万块100万的授权费。也就是说，它怎么运作的这个原理呢，它是公开的。甚至我自己如果想要修，稍微到网络上看个教程，我自己动手就把它修好了。所以任何的 AI 系统，它只要满足这两个，一个是叫做 alignment， 就是它是以我们的最佳利益为利益，或者第二个也很重要的 accountability， 就是它如果坏掉了，或者看起来好像有 bias， 就是有偏见，那任何人都要能够去修补它。那它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才叫 assistive intelligence。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台湾的发展一向都是往这个方向的。所以如果 AI 往这个方向界定，我觉得我们确实是在领先的地位，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地方。但是如果反过来，不是把权力分散给所有人，而是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这是我把它叫做 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就是威权式的智慧了。那这样子的话呢，不管是集中到少数的当权者的手上，或者集中到少数的跨国大企业的手上，那这个对我来讲都不是 assistive， 它都是所谓的 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那这个就比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台湾我们在跟这些国际上面像 Facebook 这些用很多 AI 的这个平台在谈判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律说，哎，我们这边已经有一个 social norm， 已经有一个社会常规。好比像说之前监察院不是有把所有的政治现金跟支出都用结构化的资料公开给所有人来进行分析吗？这个在2018年，这是我们当时争取了很久终于争取到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大家就发现说，哦，原来有这么多的钱花在这边花在那边等等。好比像说我就没有付钱给伯恩夜夜秀，伯恩也没有付给我钱。 anyway， 那总之呢，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就发现在 Facebook 上面打广告，在2018年完全几乎没有被写在政治现金的这些开放资料里面。所以我们就回去跟 Facebook 说，哎，大家都已经要求这样子及时的开放的资料了，这样子才 accountable， 才能给出交代。不然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在选举期间的这些竞选广告都是按照我们政治献金法只有国人可以捐献，境外的人是不可以的。我们怎么知道没有所谓的 dark pattern， 就是他专门去精准投放一些广告到容易相信谣言的人的眼前，然后让他们不去投票等等。那这些呢， Facebook 后来发现
他虽然我们对他没有直接的法律管辖权在这件事情上，但是他很可能如果不配合会被社会所抵制。那在台湾我们知道社会抵制是很有用的，那所以后来他们就同意。那我们就是他们当时2019年的时候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用完全即时的方法去公开所有竞选期间的社会跟政治的广告的投放作为开放的资料，而且还禁止境外的广告投放。那像这个例子其实它是带动产业发展，但是这个发展不是传统上 GDP 的那种发展，而是它能够让大家更确保说这样子的产业它是支持着社会的，而不是让社会分崩离析的，也就是传统上叫 social responsibility。 那现在当然我们 sustainability 里面也有 social 的部分，就是它是导向社会永续的这样子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引领社会永续上，特别像在 5G， 我们特别是用来做偏乡的学习权以及健康权通讯权这些的确保，那这些事情都是确保说在社会发展的公平性上面它是有涵容到最弱势的朋友们，而不是说好像一直集中到最强势的朋友们。所以有带动产业发展，但是带动的方向是平衡的，不是看短期的，不是非常单一狭义的。有33位朋友们问说，除了科技之外，台湾在国际上面还有哪一些产业具有竞争的优势？不过我想科学跟技术是非常非常大的，不是只有这个物理学才是这个科学，不是只有制造这个半导体的技术才是技术，虽然它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那但是我刚才讲的怎么样子去组织起来，然后去确保这些大的 AI 的平台能够是对民主好而不是对民主不好，那这个呢也是科学啊，它是社会科学，那这也是技术啊，它是一种组织的技术。那在这个我们把它叫做社会创新的这些科学跟技术上面，我觉得台湾也是具有竞争优势的。因为我在我们这边，我们不会觉得说好像社会部门就是在其他地方会叫第三部门啊，志愿部门，我们不会觉得社会部门好像是比较弱势在等着救助或者是等着补助。我们的社会部门一向非常的强势，像当时为什么跟 Facebook 谈判这么顺利，就是因为说在我们这边相当于 Reddit 的这样子一个论坛叫做 PTT， 那 PTT 它就是社会部门，它完全没有什么股东可言，也没有广告商可言，它根本就是台大的就是计算机中心的一个我们叫 Pet Project， 就是一个学生的一个小玩意儿。那但是这个小玩意儿它慢慢就变成是有一套自己的治理规则，如果在场有乡民的话可以了解到 PTT 的治理完全是靠有闲的一些朋友们去做到版主啊，这个小组长啊等等的这些规则。那它的程式也都是开放的原始码，它整个治理的架构都是好像合作事业一样，就是你更愿意花时间你就越能够参与它的治理。所以在上面好比像说李文亮医师说有7个 SARS 案例在武汉被发现了，那大家就马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去看李文亮医师的这个讯息是不是真的等等，而比较不会被带到好像说广告商投放什么就要看什么上面，其实在 PTT 上几乎是不太可能下这种所谓精准行销的广告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有一个很强的 social sector， 它的这个创新我们就可以反过头来告诉 Facebook， 告诉 YouTube， 告诉 Twitter 说这边试出来一些做法，好比方说事实查核机制啦，你要不要参考一下。所以就不是只是好像批评他们，而是说告诉他们说有一些更好的做法在我们这边被发明出来了。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社会创新，也是一种产业的竞争优势。有30位朋友们问说，半导体的产业是台湾的护国神山产业，近期当然电动车产业里面也要用到很多半导体，视为下一个护国神山的产业，怎么看台湾在电动车的产业扮演怎么样子的角色，以及怎么样的利基？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所有的这些包含我们现在叫做无人载具那所以包含电动车在内，但是也有包含船，也有包含无人机无人机又包含遥控机等等这些部分，我觉得我们在所有的 5G 能够应用到的地方，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它不是只有锦上添花。当然锦上添花也不错，像我个人就觉得无人机取代烟火是蛮棒的因为很环
环保，然后可以重复使用，而且又可以换各种不同的灯号什么的。那但是除了 literally 锦上添花的这些应用之外，我们也看到很多雪中送炭的应用。那好比像说，像在偏乡它的接驳比较困难的时候，可以去用无人载具，所谓大众的这个运输，以前那个捷运啊等等，哎，现在用软体定义的轨道也可以算作捷运了，也可以来照顾这些偏乡的需求。无人机送药，或者像刚刚讲到这个远距看诊等等，哎，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在5G 部件的时候，这些地方提出来实际的这些需求。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从节能减碳这边来看的话，当然这是一个趋势，但它的推动呢，就是要按部就班的推动。但是我们如果是在，哎，如果把它结合一些新兴的，好比像无人载具等等的这些做法，那这些做法在本来就好像如果没有这个的话，这个服务甚至难以为继的这些地方去推动，那我觉得我们有非常多的包含企业的 CSR 部门，包含我们的在地做地方创生的这些伙伴等等，都很愿意来吸收一开始做实验的这样子一些成本。今天因为投影的关系，我本来有一些这个相关的简报，现在秀不出来，但是没有关系。那在我的办公室，就是仁爱路3段99号，其实之前就是有这种自驾电动车整天在那边开来开去，在那边去做这方面的实验。那我们也可以在这边了解到说，大家对于这些进入我们的生活是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是就是充满了好奇心的。那也就是因为我们在一开始实验的时候，就是以解决当地的问题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就是尽量开速度快啊，尽量做什么大的规模啊为出发点。因为如果是后者而出了一些意外的话，那其实社会对它的接受度就会下降。但是我们因为是采取所谓的 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就是从社会部门这边先，然后才是公部门，然后才是经济部门，所以目前为止呢，我看起来大家的接受度都是相当高的哦。有29位朋友们想要问说，你觉得现在的台湾教育如何？假设我现在入学哦，是不是能够忍耐学校教育哦？我如果现在入学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把实验教育里面，特别是关于自发，就是自己决定学习方向，互动，就是跨年龄的、跨场域的、跨领域的互相学习，以及共好，就是虽然不同的立场，但是有共同的价值、永续的这些价值，这些都已经从我们实验教育从2年前就进入了新的108课纲，就是新的课纲。所以现在就算是在所谓的体制里面，其实做的就是当年我们在实验教育所做的这些事情，它已经全面的主流化了。所以我想已经没有什么忍耐的必要，我就积极的去参与我的学校的课发会就好了。那就算如果学校课发会给我的这个空间比较有限，那我也可以自己写出自己的学习计划啊，那可以在教育实验跟实验教育中间的这个光谱找到自己最合适的这个位置，而不是像我自己当年就是中二，就是国中二年级的时候，当时还需要靠校长用类似公民不服从的这种方式，来帮我掩护，才能够做到就是自发的、自主的学习。在现在，每一个学生都应该要有这样子的能力哦，就是适性扬才，自己去决定自己的学习方向。老师是帮助他、辅佐他，但是不是好像标准答案都在老师脑里，已经不是这样子了。所以我觉得新课纲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很正确的方向，但是当然最难调试的还是很多家长的期待。那这个部分我想假以时日了，现在的小孩的家长也已经是当年教改之后的一代了大部分，所以随着时间过去，我想新课纲的这种想法应该是会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的。有30位朋友们问说，针对台湾的少子以及高龄化问题哦，有没有什么想法以及建议哦？我一向的建议就是去学习日本的因应的对策，因为日本先碰到这样子的情况。那不管在地方创生上面在所谓的二地居，就是又能够照顾到他的家人跟他的小孩，但是又能够照顾到他在比较大的都市里面的发展。那又或者是说去确保有所谓的轻盈共创，就是说虽然年纪大了，甚至已经退休了，但是呢，以中高龄呢，其实身体都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在一些辅助科技的协助之下，其实更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在地方创生的工作上等等。所有这些重要的概念，其实大概都是从日本来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些对策，大概也是不但参考日本的一些成功的经验。我之前去参访的时候，也很多朋友告诉我，不那么成功的经验，那这个我们也会参考。那特别是过度依赖政
政府补助的这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是把焦点放在轻盈共创上面，那尽可能让每一个地方在因应它的少子高龄化的时候，不要太过依赖于政府的短期的补助。那当然因为我们疫情处理还不错的关系，所以在去年一整年好像超过25万人嘛，回到了台湾，那里面也有相当多朋友有推荐他的亲朋好友，虽然没有我们这边的国籍，但是他也透过我们叫就业金卡台湾 goldcard.com 的这个方案，所以也取得了在这边居留，以及因为他在国外就可以拿这个金卡，来这边之后还可以待一阵子，还可以享有健保等等的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红利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呢，我相信只要大家都找到自己能够有贡献的地方，就算疫情完全过去了，这些朋友也不会就就是回到本来的地方，他还是会保留一些时间以及一些注意力在台湾这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契机，就是不是传统上完全只靠生育，而是靠人才的循环回来的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少子高龄化所带来的一些后果啊。有29位朋友们问说，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推动相当于台湾身份证字号的 My Number 这个制度，不过日本的民意疑虑资讯安全一直没有很普及，反过来台湾已经检讨导入数位身份证卡，不是字号，我们还是有身份证字号，觉得怎么样跟民众沟通可以得到对政府的信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要相信人民，至于人民相不相信政府，我觉得那个是不能强求的事情，但是政府要相信人民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当人民有疑虑的时候，不能说好像人民的疑虑是不了解情况或者不专业或者怎么样的表现，都不是这样。当人民提出疑虑的时候，或甚至提出一些比较天马行空的想法的时候，其实可以参考我们陈时中指挥官，他有一个很标准的态度，就是说啊，委员教教我们嘛，你早点说嘛，那我们一起来想这件事情啊，等等。那就是之前有好像几位学生吧，小学生，问指挥官说，你听到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等等，难道不会觉得很荒谬吗？那陈时中指挥官就说，没有，从问问题的人的角度，这些一定都是很有道理的，你要先从他的那个角度去想。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不管就是民间讲不讲得出，很细致的讲得出他具体的疑虑，我们都尽可能的帮忙把这些疑虑化为很清楚的文字，有一些我们能够来解决的就解决，好比像说承诺要定一个专法，有一些我们一时之间呢可能要观察一段时间，好比像说大家觉得说那我们的健保卡现在用在之前用在我们买口罩，那后来用在三倍券，那后来这个劳保的查询啊等等这些，慢慢健保卡都有点像 My Number 一样变成公共服务都可以使用，但是当然不能够在商业服务使用。那这些呢也有一些朋友觉得说但是它这个管制的密度强度以及资安的这个保障是不是真的可以像健康存折那么让人安心呢等等。那这一部分我们也有在研发一些对策，包含在整个健康存折就是健保快一通的 APP 里面，甚至未来可以有一个虚拟健保卡的这样一个功能，让大家更容易的用自己的手机就可以当健保卡来使用。那未来特别在居家隔离的时候远距医疗的时候等等都可以去应用。那这个时候呢就让大家如果你觉得这张卡你随身携带有被拿走的风险等等的风险，那至少在手机上面有一个专用的 APP， 那这个是大家更能够相信的情况。所以我们是透过一再的跟利害关系人的沟通，不断的去做我们叫做协作会议，就是协同合作的一些会议，不是说我们想到了完美的主意，而是说我们想到的主意一定还有可以改进之处吧。那我们开门造车，所谓你行你来就是你如果觉得有更好的主意，那我们就用你的主意，然后挑几个试点来试试看。那我们在去年的下半年已经在很多的医院诊所测试了这种专用的虚拟的健保卡的这样子一个 APP， 那所以大家都发现说这个真的是很方便，而且是让大家更安心，比起这张卡片可能被别人再拿去
做别的应用啊等等，更加的安心。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是靠把我们说最会炒的人不是有糖吃，是进厨房一起炒糖吃，就是从口部的炒变成火部的炒。我不确定这个口译要怎么翻译，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把意见最多的朋友变成最能够一起来创造的朋友。所以这不是单向的沟通啊，不是去说服，而是参与，就是大家有想法的时候一起来做到。那我们信任所有来参与的人都是怀抱着一个愿意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的心来参与，绝对不会是出于恶意的。那这样的情况下，自然政府非常非常相信人民，有些民众就会开始提升对于我们的这种沟通方式的信赖，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强求的。那有三四位朋友们问说，请问我对现在年轻人普遍低薪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当然一方面我们在之前所做的事情是确保说在社会福利制度等等完善的情况下，去让年轻人不是只是好像年长的人决定他要做什么工作，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薪水不太容易高得起来了，而是他们来告诉年长的朋友说要往哪些方向来发展。那好比像说之前我有拍过一支短片，这支短片里面我扮演哆啦 A 梦这只机器猫那来宣传一个叫做 T 大使的计划。那这个 T 就是 transformation 数位转型的 T。 那 T 大使这个计划它在 3t.org.tw， 就是让刚刚毕业不到三年的这些朋友们，他不一定要学资讯科学，而是他透过掌握设计思考，掌握运算思考等等的一些训练，大概两个礼拜左右的训练，然后他实际的到全台湾需要数位转型的中小企业或者是社会企业等等的地方去实际做一个案例，在有成功经验的业师带领之下，5个人5个人的一组去翻转那个地方的数位转型的文化。那这个呢，其实是跟我们自己办公室在此之前已经办过4届的，我们叫做 RAY Rescue Action by Youth， 就是青年拯救政府数位服务计划是异曲同工之妙。我们这边是3个人3个人一组，但是同样的，就是他最看不顺眼的一些，像第一届都是说这个只有微软的 IE 才能够打得开的这些网站他们把它修好，或者是手机上面它会跑板，就是变成要横向卷动的把它修好。那慢慢呢就变成它的体验不好，好比像说要去登山，要申请山屋，申请国家公园，申请入山证等等，要跑好多好多个网站把它整合成同一个。那这些他们觉得更好的体验呢，部会的朋友就发现这些年轻人他不是只是来所谓打工或者是见习的，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我们叫 reverse mentor， 就是他是顾问，虽然是见习生的身份，但是做的是顾问的工作，来引导我们的这些部会或者以 T 大使来讲需要数位转型的这些中小企业或社会企业，引导他们用 digital native 数位原生的这个方法来重新检视他们的产品跟服务。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就他们就值得比较高的薪水你给管理顾问当然是比较高的薪水嘛，所以这个文化是很重要的。那在我们的行政院里面，其实当然台湾也跟日本或者其实也跟韩国有点类似，就是还是有比较资深在体系里面待比较久的朋友，他比较有发言权，这样子的一种文化。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让这些见习顾问都有一个很响亮的一个头衔，好比像说 T 大使，那他们的业师可能叫 T 大师那或者是说我们在这边是把他们叫做行政院的专案顾问，或甚至行政院的青年的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所以我们都是称某某委员某某委员。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当你白纸黑字写下来之后，大家尊重这个白纸黑字的头衔的程度就压过了本来那个年资比较长的人先讲话的那个态度。所以这些朋友们像我们行政院的开放政府行动方案推动小组的委员像王宣如委员，他就才只有19岁，但是我们在平常跟他互动的时候都称王委员王委员。那这样子的
时候，不管是部长啊、次长啊，任何程度的事务官，那就会好像看到立法委员一样的，非常的尊重他，他提出来的建议也会好好的去讨论。但是如果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正式的职衔的话，那当然还是资深的人讲话，是比较大声的。确实，我们也有这样子的文化，所以透过这样子慢慢去翻转文化，我觉得还是可以多多少少改变大家对于年轻人好像只是听命令行事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啊。有31位朋友们问说，我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啊？我最喜欢的食物一共有3种，那就是蛋白质、淀粉、还有脂质，而且也跟各位最喜欢的食物应该是一样的啊。有27位朋友们想要问说，随着网络发展，渐渐有去中心化的趋势，管控 versus 自由发展之间的平衡要怎么样取舍？好比像说比特币它是完全去中心化的，但是各国最中心化的这些央行也开始推行所谓的数位的法币。 YouTube 的黄标事件也让这些自由创作者发现说，哎，我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好像不太对，所以他们就去寻找了很多别的平台。那同样的数位身份证呢，就像刚刚讲到健保卡是全集中管理哦，每一次做任何事情健保署都知道。那本来呢，身份证纸本的那一个就是用分散式的方法，就是你要去旅馆，那个就是应该是经济部管啦，去停车场换证，那个应该是交通部管吧。那总之就是它并不是集中到同一个地方，内政部一再的表示他不会知道你拿身份证到底跑去哪里做了什么用哦，那是一种分散式的管理。那但是这件事情呢，大家安心的这个程度好像没有健康存折全集中的这个管理哦来的那么高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就会体验到，有的时候全集中你相信他是因为他值得你的信任，他 accountable， 他给得出交代，以及他是真的以你的最佳利益为利益，就是说他有 alignment。 我们这个又回到刚刚讲 assistive intelligence 这两个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他值得你的信任，这两件事情都持续做得好的话，那就像是说，哎，我相信我的律师啊，或者医师啊，或者会计师啊等等，我会愿意告诉他越来越多关于我的事情，因为我相信他是以我的最佳利益而行动，而且他每一个行动都可以跟我解释清楚为什么他这样子行动的嘛。那但是一旦我发现说，哎，好像不是这样子了，那我当然就会开始想要找别的服务的提供者。所以我会觉得不是一定往去中心化，也不是一定往中心化，而是去中心化这边可以一直试验出一些新的赢得信任的方法，那中心化这边也会学习啊。那我们发行数位法币也可以用一些分散式账本的方法来确保可以大家更快的就是对齐同一本账。那但是呢，中心化的这边呢，如果他没有做好 accountability， 给不出交代，他们这边所做出来的研发，哎，去中心化这边也会开始去 copy。 好比像说我有的时候会用一个叫 Mastodon 的这个平台，它的界面长得就跟 Twitter 完全一模一样，那所以它是把中心化的这边的使用者体验完全的复制了过来，但是去用一种联邦制的互相就是横向整合的这种方式去确保说不会像 Twitter 这样子好像一下子就可以把某一个账号啊，或者是某一个关键字啊，让它完全的没有办法发生啊等等的情况。所以这两个中间一直都会是互相参照的，但是alignment 跟 accountability 这两个还是一直都是最重要的啊。好，那我们现在剩最后这个6分钟，如果我是日本内阁的幕僚的话哦，想要做怎么样子的工作哦？我想我在2016年加入内阁的时候有讲得很清楚，就是我是公仆的公仆，也就是我的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确保说我们常任文官，就是我们的事务官体系，在听到说啊，民间有不同的想法，有5000个人开始联署说暴雪软体难用到爆炸啊等等的时候，他们心里不会惊慌，他们不会觉得说啊，好像立法院又要被占领了啊这样子的情况，而是说这些朋友都是我们的朋友，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好好的谈出一个更好的一个做法出来，也就是协同合作这样子的能力，这样子的素养。所以我的工作大概都是去确保说我们做的每件事情都是降低大家的风险，5000个人
不会吵起来，而是会做出一些有意义的创作，能够节省大家的力气。你不用5000封电话一通一通去回哦，不用5000个陈情书一封一封去回哦，可以用公开的这些平台，就有点像 Slido， 你看到31个人按赞，就表示我回答到31个人的问题嘛，它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及时给出交代的时候，如果是好笑的、有梗的、让人能够记得的，那这样你就不用一个一个解释了，它可以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那3次之后，这5000人大概都可以记得了，也都可以获得这样子相关的一些知识。那所以不管是在转译的、在主持的、在记录的等等的这些能力上面，我们都是非常愿意去分享我们所谓的台湾 model， 台湾的这一套做法。那事实上，我跟日本现在正在筹划数位厅的朋友，其实也是每个月固定的会面。那我这边的逐字记录也都有公开上网，所以也可以说，有一位全国不分区的立委曾经说我是全球不分区哦。全球不分区的意思就是，不管在任何地方，大家愿意透过这一套方法来积极的共创的话，我就非常愿意来帮助大家的忙，不去分说到底是算是这个所谓的外国还是所谓的本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就只能回答到这边。那非常非常谢谢大家问题，都是非常棒的问题，谢谢大家，谢谢。オードリー・タン政務委員、本日は大変有意義なご講演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テクノロジー、COVID-19 政策、幅広い分野にわたって、お話しいただき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それでは並行支店長の木原及び台湾営業部長のエリックより、花束を贈呈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那非常感谢唐政委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讲，那请碧航的牧原总经理以及台湾营业部 Eric 部长献花，请大家给热烈的掌声，谢谢。もしよろしければ、このみずほのロゴの前で、ちょっとそれを背景に、ちょっとも無理？ちょっと無理？じゃあ谢谢皆様盛大な拍手でお見送りください。谢谢